大家好，我是小新。创口贴可能大家都见过，长在山上的创口贴大家没见过吧？就是这个了。这个叫做蜡烛草，以前是当创口贴用的。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可能大家有疑问了，这个为什么叫创口贴呢？其实它是这样用的，它这个是可以把它这样一点点的掰下来，有点像蒲公英一样的，然后把它放在伤口上面，它就可以起到止血的作用。伤口愈合以后呢，它就会自然掉落。我们拿几根回去。